珠格格又要翻拍了，遭到网友一致反对，求求你别再翻拍了，别再毁剧了，拍了这么多次，网友还是觉得赵薇版的是最好的，那才是大家心目中的小燕子，所以才能红透大江南北。但有的人并不喜欢小燕子这个角色，觉得她没心没肺，说话做事不过脑子，一不小心就把朋友给坑了。下面就来扒一扒这样的三星座：白羊座，白羊座经常因为不分场合说话而得罪别人，其实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性格，他们就是很没心没肺的人，经常说话都不过脑子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也不管是在什么场合。主要还是白羊座太幸运了，身边总是有一群宠他的疼他的人，总能把他当作小孩子来呵护，不管他犯了多大错都能容忍他，所以他才能那么没心没肺，就像小燕子一样，身边的朋友都理解他，也都特别爱他。双子座，双子座性格大大咧咧，直肠子，口无遮拦，不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他是存心故意的，就觉得他把无知当耿直，对他意见很大，但喜欢他的人就能理解，这就是他的性格，其实没有坏心眼，只是说话不过脑子罢了。双子座真没什么坏心眼，其实就是因为从小养尊处优，再加上思想比较开放，不会考虑那么多，不像其他人说话都要三思，而双子座是一次都不思，想一出是一出。射手座，射手座跟朋友在一起说话做事都不会去思考，就由着自己的心，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性格，并没有刻意要伤害谁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他们，所以不了解他们的人就很反感。不过说实话，射手座真没什么坏心眼儿，当然这种性格确实也很招黑，